如果你能到这个花花世界来接受这个考验，是因为你的境界提升了。如果境界不提升，只知道修好自己，不知道怎样去帮助人家，这个人是不是菩萨？是不是修的菩萨道？要记住，学佛修心是一个境界的提升。如果这个人的境界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他是修不好的。不要说修心了，连做人都做不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师父说，如果没有一定的境界，你救度的众生，这个众生只能是你自己。你只能救你自己，而且救到一定的位置就上不去了。大家能明白吗？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念诵经文组和小房子渡过难关，近来突然发高烧，浑身疼痛，感冒第三天去医院打吊瓶，眼睛开始红肿流黄脓，从医院回家更厉害了，睡了一觉起来不见好转，已经是下午了。我想第二天就是周末，如果病情严重了，周末医院大多休息的，当时的样子很吓人。我看到镜子里面，我的眼球四周都是红血丝，又红又肿，像哭了几天几夜那么夸张，控制不住地往外出所谓的眼屎，那种黄色的液体。情急之下，我搜集了一下近期念诵的经文组和小房子，总共九章，我一口气全部烧送给药经者，并且许愿病好后我会分享出来我的经历。后面连续三天每天烧送三章，总共烧送18章经文组和小房子给药经者，并且忏悔近来说错的话或者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我跪在佛台前念诵了7遍礼佛大忏悔文，49遍消灾吉祥神咒。当烧到第7章经文组和小房子的时候，我感觉眼睛有点流动的感觉，烧送完了以后立刻有所好转，没有继续严重下去。第二天中午完全恢复好了，发烧感冒引发眼睛红肿流黄脓。我记得师父说，有病一定要看医生，医生看的是肉体病，如果是灵性病一定可以念经念得好。如果一边治疗一边求观世音菩萨能够给我一个好医生看得更好，那么又拥有菩萨的慈悲，又拥有了医生的医术，让病好得更快，和二者何乐而不为呢？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心灵法门是救苦救难的正法，真实不虚，我们一定坚信不疑。有病一定要看医生，医生看的是肉体病，如果是灵性病一定可以念经念得好。感恩同修的分享。这位同修分享到，灵验分享，我儿子被网上骗了8000元，说帮我儿子某事的费用，说不成退钱，后来人也联系不上了，就在春节期间又打通电话了，光说给就是不给，后来我就联系不上。我利用心灵法门4大法宝，帮儿子念了21张化解冤结的小房子，放生1000条鱼，10000遍解结咒。当时刚念完10000遍，又帮儿子许10000遍解结咒。两拨7张化解冤结的小房子，骗子把钱转在我儿子手机上，剩余600元。停2天又打上了，本来收不回来钱，利用佛法顺利解决。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把这么好的佛法带到人间，让我们受益。分享结束，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不让师兄们背。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始专题，不辱师命，尊师重道，齐心协力，薪火相传。二，不辱师命，任重道远，法门无量誓愿学。二，学佛人应感报师恩，牢记使命，任重道远。心灵法门的佛子应如何报国土恩？选自2015年10月2日悬疑问答。我们学佛人报四重恩，有一项是报国土恩。师父也多次强调，修心灵法门要爱国爱民，遵纪守法。请问，我们修心灵法门的佛弟子可以做哪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帮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报佛恩呢？请师父开示一下。而且很多文章里都写到的，就是说爱国爱民啦、遵纪守法啦，本身就是学佛人应该做到的啊。国家兴旺，匹夫有责。我们每一个学佛人要懂得爱国家，要遵纪守法，这是最起码的一个人间的道德。然后还有就是要懂得啊，怎么样能够如理如法的让自己的心能够平静下来啊。很多人啊，老给国家找麻烦，对不对啊？像我们学佛人，懂得心要平静，懂得要怎么样，用自己的理念去帮助更多的人，啊，国家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啊，成为一朵花，啊，用一种慈悲的啊这个花朵去感染别人，让每一个人多一点善良，那就少一点嗔恨了吗？这社会不就安定了吗？啊，社会不安定不就是因为大家有嗔恨心吗？嫉妒心吗？啊，还有那个恨的心吗？啊，还有愚痴做出来很多事情不好吗？就像很多人放火啦、抢劫啦、杀人啦，这些都是因为没有慈悲心啊。有慈悲心会做这些事情吗？国家的稳定啊，人民的团结啊，这本身就是要靠一种理念。我们学佛人会去抢吗？学佛人会去嫉妒人家吗？学佛人会去杀人放火吗？会抢银行吗？对不对呀？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种社会的基础。对对对对对，啊，这个慈悲的细胞就是社会的细胞源，所以更能够帮助国家安定团结，这本身就是维稳嘛。啊，所以学佛人，我们学心灵法门的人更容易帮助到国家的平安、和谐和稳定。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感菩萨，感师父，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所以在山上修行，表面上看，你的心灵没有受到污染，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没有受到污染，但是你的境界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位置，你永远看到的是肤浅的东西。比如一个人站在屋顶上修行，他的眼睛可以看到田野，如果前面有山有高楼，他的眼睛怎么能越过呢？你在这个境界修得再好，也只能看到那些有限东西，等到你过世之后，也只能到这一层高度的天，可能是欲界天，是无法到更高层次的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加油吧学佛人。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